这不是母后的那双高跟鞋吗？不行，我要把这母后的这双高跟鞋呀给它拆了。嘿嘿，待会儿我就告诉母后是这个臭白雪给它拆的。这样呀，母后一生气肯定会惩罚那个臭白雪的。到时候我把这个眼中钉给去掉，我就可以和王子今天去七夕情人节约会去喽。哎，我拆，我都给拆喽。母后，母后，你赶快来呀。怎么啦，贝尔？母后，你快看，这个臭白雪把你的这双高跟鞋都给拆坏了。哦，我最喜欢的高跟鞋，今天七夕我还想着去约会呢。哼，白雪，你个臭丫头，赶快给我出来。母后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是不是三天没有惩罚你，你就皮痒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母后，你的高跟鞋不是我拆的。母后，就是他拆的，我都看到了。臭白雪，你还想狡辩？母后，你要相信我